到一个吊袜带，然后搭配一个长筒袜，你搭配的可能也不会就是一体，像这种这么协调的一体啊，收干也不一定有这么好啊。我们这个材质的话是包心丝，网眼非常的密，精密针织的，所以它摸起来手感是非常丝滑的啊。在每个周末的清晨，离开家乡，匆忙的姑娘还未梳妆，可这身上逐渐模糊的脸庞，年少时的爱情啊，曾经许下的诺言啊，日记里干枯的泪痕啊，怎么当时的我就不懂呢？我们来看一下黑色的上身效果啊。周末的清晨，离开家乡，匆忙的姑娘还未梳妆，隔着车窗逐渐模糊的脸庞，等待的姑娘泪流两行，年少时的爱情啊，曾经许下的诺言啊，日记里干枯的泪痕啊，怎么当时的我就不懂呢？姑娘，你现在已不再一如往常，为了胜过成全厚厚的伪装，变得不再倔强，学会了坚强，像从前那样感伤。姑娘，你现在已经变了模样，温柔的人为何总悲伤？画上心事的妆，不谈及过往，这人海茫茫，再难相见已梦想。红色，等一会儿啊，我们一个一个来。现在不再一如往常，这个是黑色的上身效果啊，这个是9号链接。这个款啊，吊袜带连一体的9号链接，身高180以内，体重145斤以内都可以穿。材质是包心丝啊，吊袜带是蕾丝。雨给的爱是飘忽黑平面上的星星，在美丽延续中倒影，谁叫不经意编织若有似无的痕迹。活动已经开始了啊，这个年货节的活动，我们直播间可以领取一张58减10的优惠券，给主播点20个赞就可以领到这张优惠券。那我们这个优惠券跟199减15的这个活动的优惠呢是可以叠加的啊。
白色、肤色、灰色、红色和黑色啊。肤色我们已经试穿过了，你可以去看回放，我们试穿过的不试穿了啊，直播间不会重复试穿。去看一下那个，去看一下回放啊。最后我们试一下这个红色，我们这个款就过了啊。我也觉得好漂亮啊，这个袜子真的是蛮好看的啊，九号链接又好看，而且这个手感也是很丝滑的啊，九号链接。这个款的话一共是五个颜色，黑色、灰色、肤色、白色和正红色。九号链接，对，我们直播间下单买两双是可以减10元的，并且可以参加199减15的这个活动啊。对，这个红色真的蛮美的啊，好美的。是这个是正红色啊，不是那种基本上所见即所得，基本上没有什么色差。我们直播间没有加什么滤镜啊，没有加什么滤镜。这话说的，那我怎么办啊？年货节的活动已经开始了啊，宝宝们，199减15啊，全场199减15。对，红红火火过大年啊，过年穿的红火一点啊，喜庆一点。出现我的时间，从此以后期待和你相见。